车换了。不是你车换，你给我打掉干嘛呢？我这洗锅还没洗完呢。洗完然后出来一下，帮我拖一下车。不是你那么大的车，我咋给你拖呢？你借个交通工具嘛。不是我，妈，我能给你接啥呢这？你先这样，我这边有事的话啊。啊行。不是我，你说我能接啥呢？我啥也不会。行了行了，我想赶紧给他想办法去。来不来呢？我的媳妇就等他赚钱呢，干啥？老公，你啥坏了？这不我，哎呀妈呀，这摩托不得劲儿啊！哎呀妈呀，我说，你就借个这玩意儿？啊，我还把绳子也带过来了，来，我给你拖。来，你先把绳子拴好。来，这玩意儿能拖动啊？你放你的心吧。来，你给我的绑好。行吧，死马当活马医吧。好了好了，那咱我上车给你打方向啊。留下走了。哎呀，我看还是找拖车的吧，一点不靠谱。